现在知道没？这个单位不再欢迎小气鬼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也不用回，八二年的拉菲真的都非常松露。你想我是猪，我也不要功夫。一条龙的三台钱的命我都付，从锦州街口一路玩到东桥东路，今年的消费都往口袋塞。黄总太嗨，被开除在角落等电话应付太太，最好早点回家，这条狗太乖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妹，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。